来学习操持。在我们等待其他前贤上线之前呢，或许来跟大家分享几则仙佛词语。开始学习，把那个画面叫出来。好，那这个第一则呢，就是我们济公老师说呢，应放下，不再执着，该承担的就不再逃避，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第二则是，不只是点传师、讲师有使命，每位众生都有使命，各了各的愿，各办各的事。那第三则是不超越，素位而行，但是在办事中要团结一致。那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人生的使命啊，本来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原因。那从因果的观念来看呢，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就是肯定大家有来此目的跟原因，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呢？我们要来体验什么呢？或是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呢？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出因果这个因果律的制约哈，所以每一个人呢，选择这一生啊，必定有他的选择的目的。那因此呢，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他的自己的人生使命。那无论是个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啊，都会无意识的走这个事先就规划好的路，那这就是所谓的业力推动哦，或是我们所谓的命运。但是我们常常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就是还没求到之前呢，这个是往往会走错哈，就不得不重新再来一遍啊。所以啊，要了解自己呢，这个人生的使命是很重要的。那生命啊，就是在于体验嘛，哈，我们体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智慧？所以啊，人生最终的目的啊，就是在这个智慧啊，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体验来获得智慧，获得满足。那就像我们一群人去旅行哦，比如说我们的目的地是罗马，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有不同啊，自己也有不同，所以或许有的人会选择坐飞机去罗马，有的人会选择游轮，或是选择车子，或是有的人会走路来旅行。那所谓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罗马就好比是智慧的彼岸哦。那我们人生的使命呢，就是包括我们达到这个彼岸的交通工具或是交通路线。那我们还有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人生的行程的目的哦，就是我们在路上的体验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啊？不论是我们怎么去罗马，我们一路上的体验，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啊，每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哦。每一个人的价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使命哦。那其实啊，这个都是要从修正自身来做起，然后慢慢来形成一个点。然后我们把自身修好以后啊，把观念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哦，形成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呢，变成大家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子就变成一条线，然后最后再把我们这个正确的理念啊，也就是我们身上的慈悲跟爱呢，继续在线上来流传，就会形成一个面，然后我们将正确的观念以这个点线面来呈现啊，这种方式渐进的来扩散成为我们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变成我们的生活理念。那这个就是后雪今天想要分享的仙佛词语。那再来呢，我们请王讲员来为我们带动善歌。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善歌是《人生不留白》。这首歌是2013年为了要纪念我们老前人白水圣地在美国开荒办道30周年的纪念歌曲，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首歌，麻烦张讲师。
的潇洒，有你的欢欢，有你的再美，我你的坚强，你我成长。温馨的双手指引我方向，欢唱不狂欢，人生不留白，有你的牵引，有你的关心，生命更精彩，希望燃起这就是今天的善歌，人生不留白。各位前贤，我们都知道，没有白水圣地他老的努力开创道场，就没有今天道悟的红展。那我们就像一棵小草，他老用心的栽培灌溉，循循善诱，指引着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让我们日渐茁壮。没有他老秉持着天心办道，并且经历了层层的考验，怎么会有身处在美国的我们能够听闻大道、学道、修道、办道呢？所以在人生的过程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对道要有信心，就不怕层层的考验。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延续白水圣地修道办道的理念，无私无我，普度众生的愿力，生命将会更精彩，人生一定不留白。啊，这就是今天的善歌赏析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王讲员带来很好听的善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诵念项目，或许把它贴在这里哦。那一二三，我们大家就一起开口把它念出来。一二三，八一崇德精神指标，成功2020年，精进更上一层楼，
慈悲喜舍，万众一心，精诚团结，迈向标准。学道越学越和气，修道越修越欢喜，讲道越讲入性离，办道越办越契机，行道越行越终举。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感谢老前人，感谢前人，感谢道场，感谢大家。我要珍惜今天，知恩感恩报恩，立德立功立言立愿了愿，尽忠尽孝。再来是祝祷文，现在的我是多么幸福，现在的我是多么知足，现在的我正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姿的修办路上，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我要当人间的菩萨，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我要当人间的菩萨。谢谢各位前贤。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行义禅参学，也就是三宝齐用，不思善不思恶的真人静坐。那现在后学邀请各位前贤，我们一起来把姿势坐正，腰杆挺直，然后把头抬高，然后手抱合同，自然的垂放在腿上，用腹式呼吸，舌顶上颚，也就是上排牙齿的后方，然后全身放松，二目手旋，眼睛八分闭，两分开，意念所在，玄关一窍，在呼吸吐纳之间，心中默念五字真言，前三个字吸气，后两个字呼气，然后慢慢心性自然合一，吸气。
现在请大家慢慢的将眼睛张开。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向先佛行三鞠躬礼。人在佛堂的前显呢，请面向佛堂；那人不在佛堂的前显，请打开照片，或是用意念观想的方式，我们来跟先佛一起三鞠躬。好，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各位前贤请坐下。那我们今天的上课题目啊，是这个如何克服修办道障碍。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美国中西部的柯维宏柯讲师。那柯讲师呢，刚取得德州龙工大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是主修语言学，在道场呢蒙受天恩师德啊，也是在银宝师跟中西部点传师讲师前显们的栽培下呢，来学习修办道，然后又蒙学人大仙李建仁点传师、郑清荣点传师，还有廖玉婉讲师啊，来指教这个研习佛法，所以柯讲师对佛经啊很有心得。那相信呢，今天由柯讲师来诠释今天的如何克服修办道障碍啊，这个内容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哦。那我们现在呢，就请大家一起来向柯讲师问好。柯讲师好。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学员，大家好。请问大家听到后学的声音吗？可以。好，那我学开始共享一下荧幕。请问看得到后学的荧幕吗？可以。好好好，那感谢王讲师介绍。那后学真的是沾到天恩师德，那也是我们不这个不修这个白水圣地不修习菩萨大者，那也是讲的是慈悲许可啊，还有这个各位讲师前贤的成全啊，那我学有机会来学讲这门如何克服修办道障碍的课、啊。那其实后学那时候经理指示后学来传这个题目的时候，后学其实诚惶诚恐，因为后学觉得这种题目应该是点传师以上才能传，或者是至少是资深讲师，就中智班讲师，因为后学觉得他们才是真的就是在修办道上，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修办都会有一些考验。那上天也是要透过像刚刚王角元讲的，这上天要透过这些考验来验明我们对道的真心呢、啊，也是要透过这种各种考验，除了帮我们化自己的业力之外，也是要帮助我们对这个修道、对生命能更有体会。那我就觉得，这个点传师嘛，或是资深讲师、中智班以上的资深讲师，他们才是就是因为修道的多年啊，经过各种上天的试炼都能够通过、啊、那我觉得这种年轻的讲师就是办的也不是，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修得很好啊。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啊，所以是感谢上天慈悲，那感谢点传师慈悲许可的指示后学来学习这个题目。那我这个题目开始之前，后学有几个这个问题想就是请大家来思考，并不是就没有请大家回应，但是有四个问题要请大家来思考。那第一点就是修办道中有哪些考验呢？那第二是为何要有这些考验和障碍呢？再来就是这门课的重点，前面要讲考验嘛，后面第三点后面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克服障碍，要通过考验。那最后就是克服障碍啊，通过考验有什么好处？那是可以请大家这各位前贤会学会依照这几个问题啊，就是来阐述这门课。对，那其实后学这是真的是天恩师德、啊、为什么会这样说？首先后学大纲，今天 这门课大纲是首先是讲修道为何有考验，那再来就是修道的障碍有哪些，然后困境来自何处，再来是如何克服修道障碍，最后有结论。然后后学说这个第一个为什么叫修道为何有障碍、哦、这个后学真的是觉得天恩师德。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疫情的非常的严重啊，那一直美国疫情是特别的严重的，一直每天看新闻都觉得后来就一直控制不下来啊，就是所以上天很慈悲啊，因为上天就是
知道人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就是颁布或那个老母慈悲颁布这个号召令的，那活佛老师有慈悲，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在疫情之下我们要怎么来学习。所以这个题目什么修道为什么有障碍，其实活佛老师这边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活佛老师慈悲就在批训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试题要写。那在节观当中，现在疫情是节观当中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体要提升了。节观当中，唯识只能给你提醒了。那当然，我们真的是上天慈悲啊，这个颁布这个号召令，要每一位修道人啊，这个提起自己的责任的、啊。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从老师的词语里面告诉我们了解为什么修道会有障碍，因为每个人累世累劫有自己的修行的功课啊，所以上天也是在这种用这种方式、啊、来成全我们，所以活佛老师才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试题要写。因为现在这种特别的节光当中，其实也是像之前经理在跟我们黄经理在跟我们慈悲的时候，他也很慈悲的讲到、啊、说这个节光，我们说这个中国说危机就是转机啊。这个节光当中，先佛也提醒我们了、啊，虽然是节光非常困难的、啊，但是在困难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所以这活佛这边慈悲告诉我们，这个节观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提升了，所以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困境、啊、但是也是在这困境当中帮助我们提升了。那当然我们是真的是沾到天恩师德，沾到这个上天的这个加批啊，所以还有这个三朝名师啊，这个济公活佛老师处处提醒我们，这篇篇训文、啊、来提醒我们这些弟子啊，告诉我们修道办道的意义、啊、告诉我们在这个节观当中要怎么安定其心呢，要能够突破这个障碍。那为什么 修道会有障碍，其实第二点很重要，就是修这也是王表兰师常常提醒我们的，他说修道人、啊、是受考不受劫、哦、那一般人是受劫不受考。那其实后学这句话真的是感触良多，尤其这礼拜后学真的是上礼拜发生一件事，后学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受考不受劫。那因为后学上礼拜四就是骑脚踏车的时候不小心这个这个、脚被骑到草地里面，然后脚被割伤了。那时候后学不以为意，觉得说哎呀就痛一下应该没有事了，脚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后学就继续骑得很远啊。那回家之后觉得哎脚很痒啊，然后又骑整只，后学想说啊应该是被昆虫咬，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了，那就睡觉了。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脚怎么好像在火烧一样。那因为后学家里有这个痛风的遗传，后学想说难道我是尿酸太高了吗？所以就有些痛风的现象。可是不对啊，整只左大腿左脚大腿的部分都在痛啊，那个不太像痛风，痛风应该不是这样子。那周五后来就是张老师跟后学说请他就过去帮后学看了一下啊，结果不看还不没事，一看就不得了，怎么脚这就是整个受到，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伤口啊就被细菌感染，后学没有注意到就急速感染啊。那后学也是就是一痛很痛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就是等了又隔了礼拜六才去看医生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后学礼拜六一醒来，一觉醒来，哎，这个消炎居然退了。那其实这是因为后来去看医生之后，他那个医护人员就问后学说你没有发烧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的这个状况应该是细菌早就侵到你的身体里面，他说看这个这么急性两天之内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细菌应该已经跑到你身体里面去，你居然都没有发烧。我说对，而且我都没有痛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感觉到这是天恩师德，因为就是不可能，因为医护人员他们看过很多案例嘛，以后学那种状况来说应该是就是说应该后学应该是要躺在医院的，应该不是坐在这里讲课，应该是在躺在医院的。但是居然脚可以两天之后自己恢复，就是后来现在是在吃药在让他那个发炎消退，但是已经就是在你看诊之前其实脚已经没有痛了，所以我觉得就觉得很感恩了、啊、当然这个自己也要小心，以后自己也要小心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考验很重要，就是说上天已经慈悲，只要我们好好修道办道啊，这个考验就是都是要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啊、那最后，如果你有诚心办到，后学当然不敢说自己有多诚心，后学他觉得要跟各位前人学习，但后学是这次才体会到，因为以前后学
听到人家讲显化的故事都会觉得，哎呀，那些人都是很诚心啊，就是这个非常用心，所以他们上天有显化是理所当然。然后觉得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用心，都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一半一半，甚至可能有时候剩凡一半，甚至有时候可能凡多于剩大概凡七剩三，他们常常觉得这个我的何德何能有上天眷顾呢？可是却真的是不受碰到事情才不知道，在觉得上天真的是很慈悲啊，就是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所以就是或许真的是因为这个经验告诉才了解说，原来这个上天的慈悲是无所不在的。那其实所以这边就像后雪前面引用到老师慈悲讲的话、啊、在节观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提升，因为老师其实上天对我们非常有这个，就是没有他像老师告诉我们每位徒儿都可以成就的，只要依循着这个道场老师的这个道来修，三宝心法来修，道场这个心法来修、啊、都可以成就啊。所以要让我们提升，其实最后就是要达到已经练气、啊、所以已经练气气气皆精这个说法是从楞严经里面传出来的，就是说楞严经里面出来的，就是说其实老师要把我们的这个自信啊磨亮啊，磨到像金一样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这个自信当家啊，自信做主啊，那其实我们就能够这个每一件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能力发挥出来。所以后学这边这个修道为什么要考验，其实就像后学前面讲的，这个上天已经说，就像在这个号召令里面训文那个老母慈悲开头就讲啊，这个上天这个业力在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那上天是不忍玉石俱焚的，所以要透过这个灾劫，透过这些考验啊，来分清楚到底修道人当中到底谁是真修实办，谁是这个只是说好像做样子啊。那一方面就像后学只是体会到，就是最后也自己碰到的例子，虽然说我不敢说这是消冤孽，因为自己不小心的、啊、但是也是感谢上天慈悲啊，就是能够大事化小，所以就是如果能考验考过的话，修道考验如果能考过的话，上天也会帮我们加分啊。那也是像前面老师慈悲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在节观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题要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能力要去提升啊，所以是透过这些考验呢来靠把化我们的秉性，把我们这个这些所谓的人性啊磨掉啊，磨到把这个人性磨，因为人性人道尽就天道全，如果我们人道都能够做的完整的时候，能够就能够接天了。所以那最后当然是因为上天已经明讲了、啊、这个以后要定品位，就是我们知道白羊旗很多这个前显的都成道了，所以上天的考验呢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定品位、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这个练就自己的果位。上天常常佛老师常常说，这个九品莲台是在人间自己修成的、啊、这个莲台是给学行圆满的人，所以上天其实也是透过每一个考验，每一次每一项大大小小的考验、啊、来定我们的果，我们的这个果位。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修道会有考验，那其实是也是因为跟我们在白羊旗半道有关、啊、那我们知道当年师尊宁国十八年那个1919年统领天命的时候啊，师尊师父统领天命的时候，当时的时代是有办炉会的，那炉会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有各种仙佛啊，这个冤亲债主都会来考验这些修道人。那在炉会出来的这个道亲啊，都是因为经过一番仙佛的磨练之后，都是这个道心坚定啊，就是办道可以办得非常的好，就是修行也都能够达标、啊、但是炉会相当不容易，有些人会大家就想想嘛，这个在一个就是类似可能在我们说假设着我们在中德里面好了，那就是我们都在里面修行，那仙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就是仙佛或是我们类似冤亲债主或是各种包括像阿修罗王这种所谓的也是负责来，阿修罗王也是负责来考道的，就是会随时会来测试我们、啊、那其实很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有些前嫌熬不过去了，那师尊就慈悲就请老母洗考，不要再例会洗考。那老母就慈悲说：“好吧，这个既然不开炉会的话，那就以天为顶，以地为炉啊，人为其中啊。”所以就是在这一期的白羊期的修道，就是在
人事之中去磨练，就天每一件 用每一件事情来磨练我们的心性。那从中不但要 分清楚到底谁是真修实办，谁是任理实修，那也是帮助我们 消我们自己的这个累世这个业力啊。然后也是顺便帮我们这个能够把这个天性人性能够达到跟天性就是 人道能够 完成、啊、那最后当然是定品位，就是 让我们能够 有这个磨练的机会，能够修炼，那回到这个原本的时候就可以奠定我们自己的果位。那这边后面要再分享一个活佛老师的 词语、啊、老师慈悲说、啊、这个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先佛不慈悲，不是说进道场就能保平安，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总是天天发生，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啊？若不是，那为什么天天都要发愁呢？为什么不想想自己是自在佛呢？事情的发生乃是在磨练你的心，所以遇到不如意的事要以感恩的心来感谢老天那么看重你，看重你就是要造就你，造就你就是你从这步开始，你就是比凡夫俗子不一样。那或许看到这一段其实也是这个也是相当 感谢老师慈悲，因为其实后学记得后学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老师慈悲，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佛堂会就是抽这个什么千佛词语啊，然后后学就抽到一个 老师就跟后学说，这个徒儿人觉哪有天觉贵啊，功名焉有道名高啊。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觉得 不太以为意啊，就是说哎呀这个世间当然我是人，那当然功名比较高啊，做人就是不就看这些功名利禄嘛，这谁功名利禄谁不爱啊。然后我觉得也是这又过了很多年，后来在这个2013年硕士班毕业，那后学那时候王经理那时候刚在这个准备要结束在芝加哥的博士后的工作，后学在他结束前去拜访他，那经理跟后学慈悲啊，今天就说如果你不修道，那你人生就可能就是你可能会 平步青云啊，当然这对你自己不是很好，因为你那平步青云之后你就会对人生体悟会少了很多。后学那时候也觉得不以为，因为后学觉得自己也没有多优秀啊，又不是说很聪明的学生，会觉得我也是勤能补拙啊。但其实这么多年就这博士班七年当然的过程当中啊，后学其实也是感谢活佛老师慈悲，感谢这个经理那一番话啊。就是后学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就是因为后学以前会常常跟同修有时候会抱怨，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同才之间啊，怎么好像别人都凡业发展的比后学还要好啊，是不是后学修的不好或是能力太差，这个好像所以这个凡业这么困苦啊。那可是其实后来他同学都常常听后学，他说这个不是这样讲，你这样讲第一个伤心就是活佛老师了，因为仙佛不会选错人的，老师会选，就是后学在一个机缘下，后学本来也没有想到会来美国会待那么久，也没有想到会美国甚至有去设佛堂，这时候一切都不在后学当年的想法当中，但是这个一路上这些事情的发生，后学就可以体会到这是仙佛慈悲啊，仙佛要来成全后学，就是说要这些成全后学，让后学来学习。所以这个就像老师讲的，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个好像为什么这个凡业不顺啊，是不是修不好、啊、这样说的话是对仙佛很不合理，就是让仙佛很伤心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这个有些事情，很多事情像仙佛讲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这人间的这些富贵这个名利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为什么这几年遇到那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上天也是要让这个机会让后上磨到让后学来去磨、啊、就是要了解哪一件事到底是为什么老师会慈悲讲说这个人觉哪有天觉贵，这个功名焉有道名高，上天就是要透过这些事情来磨练后学、啊、了解说这个办道，这个修道办道才是这个人生第一件要事、啊，所以我觉得当然以前曾经有，其实就现在找工作觉得就是找工作本来就很不容易，那现在这种情况又找工作又更不容易，但是经过这些事一件一件事情，后学才真的觉得要真的是要感谢上天啊，因为上天就是看重，就是因为但后学不敢这样自己这个好像
自吹，但是觉得上天也是肯定是希望造就后学，但这个因缘到底什么后学不了解，但既然上天居然选择了，那后学就要好好的就是跟着这个上天的脚步来学习。所以这样各位前前也是一样啊，这个经过考验啊，其实也是上天就是要，就是老佛老师慈悲告诉我们、啊、上天看重你、啊、上天要造就我们、啊、就是要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就我们像有些 有一些课就讲说遇见最好的自己、啊、那其实上天也是在透过这些考验，透过这些各种试炼，要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啊、那不知道讲到这边这个慧谦有什么问题啊，疑问吗，或是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呢？感谢各位前贤，那后续继续往下讲。那再来就是讲修道有 哪些的障碍、哦、那修道障碍当然就相当多、哦、那这边后续学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个人问题、啊、个人方面，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健康，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不发生才知道。后续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次脚受伤才就是因为要处理伤口啊，所以去找之前去找在药柜里面找到碘酒啊，结果我觉得就奇怪，擦一擦、啊、没有效啊，怎么会没效，怎么都不痛、啊、后来仔细看一下，那个碘酒已经是过期很多年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天恩师德啊，这个居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就表示说身体没有什么大小伤害、啊、所以我觉得碰到这件事才知道说哇，这个健康如果有余的话，这个真的是修道会有困难。那当然就是个性，那后续就是个性也是，后续也是一个个性观念业力，这是属于个人方面。那家庭方面就是有恩爱，就是夫妻关系。那如果家庭太温暖，恐怕修道也有困难；那不温暖，也修道也有困难。那就是家庭不和，所以温暖的被另一面就是不和。如果家庭太不和啊，这个问题太多啊，也有修道的困难。那子女也是另一个，这个就会修道的各种牵绊。那工作方面，比如说钱财。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修道是要这个要就是要多少功名利禄，要这个人间的成就啊。但是我毕竟还是要有生活、啊、这个生活钱太少还是没办法生活的。那还有时间，如果工作太忙，追求名利，你没有办法修道、啊。那道场方面就是吃素、法藏、人事、全民这各种方面，后学会依序的来去阐述啊。那首先就是个人方面，这个个人方面大概有这几项原因啊。第一项是健康不佳，就像慧学刚刚分享的，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说原来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那也会学佛法、啊，就是那个事情第一件刚开始发生，慧学真的是才体会到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四念处，其中第一项就叫观身不净了、啊。慧学以前就觉得，哎，我是人啊，我这个。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学，就是反正我是人，那人的一切的无奈什么的我也都懂啊。那其实后学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包括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后学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观身不净啊。这个真的是就是说上天可能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成全后学，所以就是后学以前会觉得哇，健康就尤其年轻嘛，年轻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好健康问题的，但其实就是碰到这件事情，后学知道哇，原来健康如果出问题的话是会阻碍修道，因为你没办法出去啊。你一旦没办法出去，躺在床上，这很难修道。或者说像昨天后学献供了、啊，就要学习上职礼了。那也是上天慈悲，虽然说站久了脚是有点痛，但是并没有痛到说不能站啊。所以说只是说光这个健康啊，就脚出了一点毛病啊，都能够影响到我们这个修道。如果脚今天后学真的不幸躺医院，或者说不要躺医院，只要脚没办法站的话。那我昨天就没办法献供，那没办法跟这个前贤们一起这个诵念这个号召令呢、啊，所以这真的是觉得天恩师德啊！经过这在那么短时间能够这个把这个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呢、啊、化为比较小了、啊，这真的是上天慈悲。那也是说真的才体会到说，如果健康不佳，真的修道就是会有困难。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个性不好、啊、那后学自己也是要这个自省、啊、这个后学是脾气毛病很多，也容易懈怠、啊。记得后学，我记得刚进中西部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讲师跟王经理问说：“那个韦宏真的待过火车团吗？为什么感觉脾气毛病这么多，好像都没有学过一样？”然后当然是就是很这个要自我检讨啊，觉得后学脾气毛病，因为后学的这个脾气很火爆啊，就是有时候常常一言不合就挂电话，讨论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有时候话不能好好讲，或是有时候就是明明可以好好沟通的事情，都会用很情绪化的方式去解决，所以脾气毛病很多，这样也变成说你个人脾气毛病多。我们知道这个王经理常常提醒我们，人都喜欢跟这些正向光明的人在一起，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时候比较偏向个性上比较偏向负面情绪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其实那乌云积的很多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没办法跟你接近、啊、就是有时候会无形中就会影响到修办的进程，就是在渡人的时候，就是看你这觉得怎么这么脾气怎么那么多啊，或是怎么这么火爆、啊、那或者这么情绪化、啊，那就是也会影响到修办的、啊。那再来第三点是错误关系，这后学当年也有，当年这几年也是跟承蒙上天慈悲，承蒙这个中西部讲师讲师各位浅显的这个教导，还有各位他道场各位浅显的学习，后学到观念才慢慢调整。当然这边讲的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就修道是老人家的事情了，因为后学有这个有亲人跟后学说，曾经跟后学说，他说因为后学堂哥是两个堂哥都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这个在银行上班，都是建中毕业，都是台大毕业，台大交大毕业。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有他们聪明吗？你如果没有他聪明，你现在去在办什么办火车团啊，办这些什么上现到场的活动，根本是浪，就是错用时间，浪费人生啊。而且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会就是被这观念，就是会有当然心里知道这好像不哪里不对。可是有些话你听多了，当然自己包括自己本身就后学讲，老师在后学他的时候就已经提醒后学，因为后学老师就知道后学对这个世间功德名利放不下，非常的对人间就是非常的这个贪恋，就觉得哦，就是要我要做出一片成就，我要做出就是最好能够著作等身的、啊、这个著作很多，让这个人大家一起讲到这个讲到后学就觉得哇，这个学者著作很多、啊，那就觉得曾经也觉得说哇，这个就是。觉得说哇，这个我怎么可以把这个道场放在第一？我应该先把凡业放第一啊。那其实后学不是只有后学有这个经验，其实后学同修当年成全后学同修啊，就是后来也是慢慢离开道场，他也是就是这个错误的观念影响，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道场就是说有些人就怨说道场都先管别人再管自己啊，那这个好像不对啊。可是其实我们知道，不修行菩萨有慈悲啊。你把上天的事办好，上天也会把你的事当成上天的事，上天也不会亏待你。这个你多用几，你用几分，上天就回报你几分了。所以就是观念的错误会影响到这个障住自己的修道。所以说，但当然有些人或许是不太喜欢束缚，就是以前就是我要穿这白衬衫、黑长裤，就觉得打领带就觉得很多束缚、啊。有时候就会很排斥，但其实这个是不对，这是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这个修道、啊。那在第四点，这个应该大家比较少，不过这个是就像这个第四点就贪图享乐，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当然上天也慈悲告诉我们，我们在人间已经流浪六万年了，六万年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业力各种牵缠的、啊。所以我们在人间迷，可能迷了太久，所以就很难这个走出这个享乐当中了。所以这贪图享乐会影响到，就是说我们对凡业着太重的时候，那就脱离不了圣，就是没办法修行。再来就第五点，就今生造业多，就是当然这是个人，譬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钓鱼啊，这地球人应该还比较少，但有些人喜欢钓鱼啊。那钓鱼我们知道，这个钓鱼是很残忍，那其实是一种很严重的杀生啊。那这些。无形中会有一些障碍，会障住人、啊、那再来就累世业力重，那当然这个我们业力多重，这个我们不能随便乱说，这个是上天，这个是上天才能告诉我们的。所以，但是就是有些人我们知道修道为什么会很困难，那其实有时候也是就是这些个人的，因为上天告诉我们六万年来
自己有自己的业力要担呐、啊。那我佛老师慈悲告诉我们，除了进这个求道之后，老师帮我们担三年，那如果三年不好好修行的话，那上天也没有办法，因为仙佛要讲道理啊。这个我们欠人家的，人家是有理由要跟我们讨回来的。所以这个业力，这累世业力，每个人都有业力，所以这都影响到我们修道。那再来就是误入左道旁门，这个当然这是很多这个前显，这或许早年刚进道场的时候，很多讲师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时代，这个已经预言了。因为阿难尊者有一次梦到做了一个梦啊，他说他梦到一只狮子啊，然后就被这个虫侵蚀啊，然后那个狮子被虫侵蚀完了，那是啊，他就起来就说怎么会做这样的梦，那就请教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说，这个就是代表佛法的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末法时期的一个显象，就是说末法是像上天讲的，现在是万教法门皆出啊，所以现在这个在这个时代各种法门都有啊。那有时候就是要认清这个真假，有时候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就有些就是所到旁门，就是我们说的树流动静，这些所谓的比如说这个他心通啊，这些什么各种神通这些修行。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从这个崇德道场这个正宗正脉修行，也是我们这个累世的这个福报，累世的功德，累世修为啊，有成就啊，才能够这个在这边学习、啊。那最后第八点就是有求道的命，没有修道的份，就是根基不够。那当然也是，当然这虽然道场上没有待，不是待很久，但是确实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有时候很感慨啊，因为当年或者其实没有很发现的时候，是有很多讲师来讲师前显啊，就是鼓励后学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成全后学、啊。那但是这么多年来，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暂时没有，就是可能暂时没有在道场上，或是说在道场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那这当然有时候也是个人，我们后学也不能随便乱讲。后学当然知道这，他有很多有些人是这八点里面，个人方面这八点里面有几点是综合起来的，造成他暂时没办法修办或暂时离开道场。那当然也是很可惜啊。不过这当然就是。后学作为同修啊，有时候只能有机会就提醒的，所以说在个人方面有这个八点，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修道的这个进程。那在所以这个后学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上天这个经理慈悲传承，后学这个训，后学也是相当感动。对于我们个人修行来说，就像这个不修习菩萨慈悲讲的，光荣不是别人给你，而是你自己真正付出，如寒梅遇冷，才可吐芬芳。因此安心修道修办道是一种幸福，有的人要为三餐忙碌，如何能尽心疗愈，因此可以修办道，你们说幸福吗？付出更是一种幸福，你们看看有多少人想做而不能付出。那这边就是前面后学讲的，有些人因为个人问题啊，就是个人的问题或是个其他方面的这个修行啊，被障住，没办法好好修行啊。那就后学前面讲，后学以前曾经也觉得说，哎呀，这个凡业应该比正业重要，这个要把凡业立起来，尤其在美国就觉得说，哎呀，一定是要先有凡业才能有圣业。可是其实后面这个想法是错的，就是仙佛告诉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付出啊，自己的能够安心修办，能够在道场上学修啊，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那时候觉得，尤其碰到这些病痛，才知道说能够安心修办真的是一种幸福啊。这个如果身体这个出问题的话，大概也就是没办法好好修行了，所以这个修办道真的是，就是说当然凡也是要自己顾好，就是说我们当然要自己的本分要自己尽好，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圣凡之间要一起并进啊，所以说能够修办道真的是上天慈悲，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就像不修行不知道谁告诉我们，你有多少人想做而不能付出，或者就是因为那个。差点连站都站不了，才能体会到说，我这不是，以后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啊，这个身体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时间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才知道我不是啊，这个真的给你出一点问题的时候，你还不真的是你想做，你可能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就是除了个人的这个本分要尽好，不是凡业的个人本分要尽好之外，这个圣业也要这个一起努力啊。那这是个人修道的部分，这是阻碍的部分。
那再来是讲到这个家庭方面，那家庭方面就是，其实这事也是有七点，是蛮尴尬，就是说还有他一二三点是在一起的，就第一个就是夫妻太过恩爱，那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夫妻失和，有就是不离，就是夫妻这其实也是很难啊，太过恩爱就是感情太好，有时候就可能就是没办法出来，就是修办的时候可能会有互相拉扯，或者说甚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总是要离开啊，那可是人离开的时候那个挫折是很，那如果感情太恩爱离开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伤害，对每对双对对这个还留着都是很大的伤害。但是另一个夫妻如果太不恩爱，说问题很就是家庭问题很多啊，就说夫妻之间关系不好啊，可能天天吵架，见到就要吵架，或者说甚至可能已经夫妻这家庭已经这个离异啊，父母离异啊，然后所以这样会影响到修道。那第再反正就是子女，我们知道子女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比如如果父母之间关系不好，那当然会影响到孩子，那这个就是说如果父母孩子就会说哎呀父母都这个样子，那怎么这个就是会影响到他对这个修办的意愿，会影响到他愿意修办的这个可能。那虽然家庭不好也不能太不好、啊、这个但家庭太好太优渥，我们知道上天都常常说、啊、富贵难修道啊，就他生活太优渥的这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话，这也不行啊，因为修道是很不容易，修道就是要像上天讲的要能够这个吃苦啊，能够这个了罪啊了业，那可是太优渥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没办法吃苦，那也没办法行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第六点就是家人健康不佳啊，比如说有家人可能有这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后学说家里有这个痛风的这个遗传病史，然后学是没有，然后学亲人是有人有痛风，不过是还有是在可以控制的状况下，那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那因为要常常要因为有些这个慢性病都是需要照顾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修道了，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力气去照顾对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出来办修办道、啊、那还有再就是子女家人关系不好，就是说可能子女小孩和这个爸妈的关系有问题，或者说家人之间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那就会有这个阻碍，因为你这个互相之间有这个拉扯啊，因为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就是有事的话他还是要去处理，但是他一旦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因为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修的有的时间，我们有的精力啊，那就会也会影响到这个修办。那最后这一点就是这个信仰，因为信仰不同会对道场有误解，这个信仰不同学倒是没有遇过，但对道场误解或许有倒是有遇过，因为我觉得在出国前呢就常常在一家素食店吃饭，那就是有一个机会常常去吃嘛，常常去吃，后来又聊起来，聊才发现哇，他们也是道亲，或者不知道是哪一个祖先，他们是道亲，他们就是因为是道亲，所以他们才做素食的。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觉得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们是说，就是他们现在就只有就是也就不会再回道场了、啊，但是他们就是坚持保持吃素、啊。那当然会觉得不知道到底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也不是方便去理。问人家问的那么清楚，但是就是在后学是想到就非常的可惜，就他们是一个家庭求道，应该是也是就是说当初是原来是讲师去成全的，就是成社会界成全一个家庭，那就因为各种不知道因为碰到什么各种事情，到最后都不愿意再回到道场，但是所以就是变成说后学想要度，因为他那位前贤他是就是还没求道，后学就是想要带他去求道，但是就是他的家人就说就不可能，这件事是不可能，他们对道长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反感，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所以就变成这种情况下也是变得会阻碍这个修道、啊、所以就是有这些一点，就是我们家庭夫妻关系太好呢也是会影响到修行，但是关系太不好也不行，那关系太不好也会影响到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而且影响到这个孩子这个因为关系不好那个有些这个还有孩子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会影响到这个修道的就可修办道的可能，
再来就是太优渥就没办法吃苦，就是富贵到难修嘛，或者说家里如果健康状况不佳，就是需要照料，必须要花很多心力去这个照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出来。再来就子女家的问题很大，那也没办法。最后就是这个信仰，就像我也讲的，有些犹豫过这些之后，已经是已经是道亲，而且他们还有还素食店，就是他们还是对道还是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愿意接受吃素这件事，已经相当不容易。他们都还开素食店，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不愿意再回到道场，那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说，所以这些都是家庭方面会阻碍我们这个修道的一些障碍。那不如讲到这边呢，各位前生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好，那谢谢各位前贤，那我觉得就继续学习讲下去嘛。再来就是工作方面呢、工作方面大概有五点呢、就是说像我们修道当然是要正法要并进的，这个不能偏废一方，因为上天告诉我们，当我们心是为这个公，就是为了公家事在做的时候，即便做凡事也是圣事的，所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凡业，自己的这些本分还是要顾好啊。那可是工作方面，就是说，如果有些家庭就是说可能贫困，就是我们当然不是要这个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说到生活不能过啊，或者说，所以说他家境太贫困的话，就是欠债。这个月光族，像王经理之前常常提的，因为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前贤，他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那他就必须要，他背了很多债，他必须要多打好几份工去还了这个债。那我们知道这个还债的工作时间，其实他吃掉了不是指他的钱而已，还包括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啊。那所以就是，如果不幸有欠债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修行，因为你每天想着那些还钱，或是每天想着下一餐这一餐吃完，下一餐在哪里，那就会就是没办法这个。专心的，因为很多精力都耗在这个为这个生活奋斗打拼上面了。那工作不稳定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做工作就是没办法，就工作不稳定就会直接影响到收入嘛。那收入就会造成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困难嘛。如果说收入不稳定的话，就是每天都要想说下一餐在哪里，或是说哎这个下个月的，就是说房租这些钱要怎么缴的时候，那其实会影响到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精力，那就没办法再会影响到能够修办的机会。那再来就是时间不够，那时间不够当然其实跟太贫困和太富裕其实都有关系，然后三四点时间不够贪图名利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如果太贫困，就像我讲的，如果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里，天天要工作，天天要去为三餐为了生计打拼的话，那当然就是时间就是没办法拿出这么多时间来修办道。那可是如果相反的，这个做事业很顺，做事业很大，比如说我有一个亲戚是这个国际知名的学者，他一年大概360天演讲300场啊。那他演讲300场，一年这样360天就演讲300场的话，那基本上时间也不够啊。所以说太有名、太这个太富裕或太这个太辛苦，就是说太贫困了。都会影响到这个时间的。那贪图名利当然是另一点，就是说邱同学讲的，之前就是哇呀，会觉得自己就哎，我这对名利很强啊，就觉得哇，凡业应该先冲出一片事业，也许在美国就会总觉得，因为像后学现在我们这个经济慈悲上这个道学这个暑期明德班，那有位道玄就后学问说，这个怎么每一位点燃式讲师都这么厉害，全部都是教授？他说这个太不容易，这很困难。后学以前也觉得哇，这个对啊，就是要有这种。世间的名位啊，才能够哦，这个修道才能够，好像让人家像觉得说，哎，这才能够让人来修道。可是其实不是啊，我们现在修道真的是要对道理的明白，就是还有自己的个人德性的修为，而不是看这些外在的名利。那这么后学这另外一个第五个点就是容易造业的工作，那当然这应该
一般我们这道先是没有这些问题，就有一些像我会当年刚进道场的时候，就常常听，就是会听到一些前贤分享，就是有一些道亲他在求道前，他可能是做这些屠宰业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些杀生的工作。那后来他修道求道之后，他就明理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收掉，改去做素食。那但也是，就是说可以减少他这个业力了。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做这些，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说为生活所迫，有时候做什么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这个完全自己能够掌握，但是就是说，毕竟这些业力会这些业力太重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杀这些屠宰啊，这些杀业会影响到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修行的。那这是就是工作方面，做地方面就是这个道场方面，就是对道信心不足。后学这个也是，之前也是对刚开始修道的时候。会有印象很深刻，大概上研究班上了一阵子，有一位讲师就问后学说：“那个你对道都是一直没有信心，就是还在带有一种存疑的心态啊，觉得说哇，好像要测试，要各种测试才来修道。”所以后学说：“确实啊，因为就是每次在上面下面听课的时候，其实脑中有一大堆，就讲师可能讲一句，等一下是讲师讲一句，后学可能心中就出了三句，说不对啊，可是你说 A， 可是我觉得 A、B、C、D 搞不好也可以。”反正你说的话是不对的，就是有很多这种人心的这些想法的时候，那就会有这个道理的不明了，就没办法认真修道。那说说是修人情道，或者有意图来道场，我觉得真的也是有遇过有意图来其他意图来道场，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渡人啊，渡到两个学弟，哦，这我听一听，哦，很快就答应说要来求道，哇，这个讲的。好像都还道义，他们道义还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他们就答应来求道。当然，后学的时候当然就是觉得很开心啊，终于渡到人了，当然是好事了。结果谁知道他一求道之后开始就是他们原来是做传销，就是他其实要在道场上里面就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他要到说这个这些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就是有这个其他的想法来修道啊，所以就变成说他当然这种情况上，他的目标就不是修道，他的目标是要来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当然对他来说，他修道他就不能好好的修啊。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家人反对吃素或者放不下五荤美食，然后其实自己过去有经验，而且就是之前虽然你很早就求道，但是其实到出国前才开始学习吃素啊。那以前不太明理嘛，就是说哎呀这个吃素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吃素呢？反正就是自己做得好修得好就好，为什么还要吃素？那就是会影响到说这个对素食，就反正到后很晚才开始学习吃素。那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有些人我们常常吃素碰到吃素，后又跟他说后学是吃素，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营养会不够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这个不太好啊，或者说有些亲友有不好的经验，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说什么这个或许有亲友碰到说去参加人家的婚礼啊，那就是好像对方应该是道亲吧，所以他们在这个婚宴的时候就坚持要全部办素食。那道亲那个这位亲人回来就说他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就说你们吃素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这个当你今天要宴请客人的话，你应该是要以大家的口味为主啊。所以就变成说他就是就是后学 那位亲戚其实蛮可惜，因为他们全家其实都是有人度过，但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道理可能不是很能接受，或者说他们就一直都没有求到，所以这里是会这些对吃素或者说放不下这个五荤美食。因为后学记得他说刚吃素的时候，这个有亲友就跟后学说你人生已经少了一半的乐趣了，就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吃啊是这个人生的一大乐趣之一，所以他就跟我说哇你居然可以放下这些所谓的世间的美食，那已经人生已经 放掉一半的乐趣。后学当然不是不会觉得这样，但是就是说有这种情况也会 挡住我们阻碍我们的修道啊。那再来就是人事问题，但是我当然这活佛老师也慈悲啊，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修道毕竟在人事中修，而且上天已经慈悲告诉我们了，在这一世在白羊期修道就是从 人事里面去修，从人和人去磨练 来修养我们的心、啊、
那可是所以，但是所以难免会有人数问题，但是这些人数你就像这边讲的，分别心太重，拉帮结派，挑拨是非，或是会造成佛堂道气机迷，或是说重修之间有争执，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这个来修道。那最后要分享一个，就是或许之前 读到一篇这个已经成道点传成道的点燃师的这个结缘训。那当然点燃师是一心向道，他是非常用心办道的，但是在那个过程的话，因为他就是点燃师亲口在结缘训亲自讲，所以或许才知道这个，就是说或许不是并不是要讲别人的坏话或什么，就是跟就是转述，就是说因为在那个修道又很用心，那中间他有一些造成一些让道亲感觉说好像道场之间佛堂之间有在比拼的那种感觉，虽然说那不是点燃师的本意，但是这有些道亲他就感觉到这种感觉之后，他就不愿意来修道了。那所以佛堂这些问题，有些人事问题啊，也会影响到这个修道。那最后就是贪图道名道权了、啊。那这个或许也是就是在准备这门课的时候，刚好回去找以前这个，或许记得出国之前、啊、收到一封。这个阿修罗王的辞训，他的题目叫做考题，就阿修罗王是阿修罗是三善道，他也是比人还要高等的神、啊、那阿修罗王就慈悲说，这个上天慈悲要济公活佛来办三朝普渡、啊、那阿修罗王也是领旨、啊、老母奉旨，因为上天要考，就像前面仙佛说的，要透过考验来分辨谁到底是真修实办，谁只是想要透过道场的这些名目啊，在建立自己的这些，可能建立自己的这些道名道位啊，所以他就，你们就说啊，如果你贪图这个道名道权，那他也会助你一臂啊。就是说，如果你修到这个偏掉的话，他说这个，因为他要考，因为他的负责任就是要考到，说如果考的成功的话，才表示这个他的责任有达到、啊，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啊，就是个人修道啊，就是人事啊，或是这些道名道权啊，这些都影响到这个我们修道的进程，就是这些修道的阻碍。所以这同学就说，这个学来学习用这个用老师的慈悲，老师说修道有八难，就是最难说是人事问题，最难平的是人心动荡，最难和的是人意分歧，最难断的是人欲情爱，最难脱的是人情围绕，最难止的是人与分云。最难去的是人我分别，最难做的是人道圆满。就是说修道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些考验啊阻碍啊，那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就是说也是在考验我们的心啊，对这个道到底了不了解。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要些障碍只是前面一部分，我们现在真正要了解是到底要怎么修道，就要克服这些障碍、啊、修办道的障碍、啊。那这边后续立了六点，就是第一点是要以真主人当家，第二个是感恩忏悔发愿回向，再来是六度万行三世并进，那确立目标有心有方法，最后就是用活佛老师慈悲的训文叫做万事如意，来跟大家来学习。那第一点就是以真主人当家，就如何找回修道的障碍，修办道如何克服修办道的障碍。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找回本来的自己，我们知道老师已经很慈悲告诉我们，名师一指，这个根尘顿断了，让我们找回我们的天性了。但是虽然找回天性呢，这是因为我们在求道当下找回那个天性，就是上天慈悲佛力加持帮我们找回来。但是道在圣传修在己啊，这个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修道后续的修行要靠自己来修啊。那我们说要找回本来的自己，就是道上常常讲的不离道场，不离前贤，这不离经典，三不离。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在崇德道场，这也是上天慈悲，这个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这么好的道场里面学习，有很多这个有正知正见的前贤啊，正心正念的前贤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不离道场，那也不离经典，这当然就是各种经典都可以引导我们去学习，所以透过这些学习，透过在道场上的付出，透过这个跟前贤的请示学习。然后透过经典的让我们慢慢找回我们自己本来的天性。那第二点就是尽忠报道场，这个是当2018年这个坛主讲师班的时候，这个前人这个不修习菩萨慈悲所批的训文，就在我们这个 Houston 批的训文。那最后学这是也是天师的、啊、这个台中道这个台中就是
后学学习翻译这个马经理讲的这个忠义精神。那后学就是有前前而问马经理说这个要怎么如何达成忠义精神。那马经理就很慈悲说，其实我们道场的体制，因为不修习菩萨就是以忠义精神来建立我们这个八一重德道场的体制。所以我们如果跟依循着这个不修习菩萨立下来这个八一重德这个体制的话，就是在进忠义精神。所以就是第二点，就是要那个要紧跟着道场的脚步，紧跟着这个前贤的脚步去学习，那就能够这个进到忠义精神。就是说像马殿老师常常讲，要对众生负责，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愿力负责。那第三点就是正传正法正知正见，这个是就是我们是在就是道场的一个这个从第二点来说，因为这个老师慈悲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场是要传正法的，正传正法是属于道场的部分。那我们今天道场上学习的是传的是正传正法，就是正宗正脉，上天交付于祖师一代一代相传的正法。那我们既然学到这个正法，那就要能够达成正知正见了。那老师也慈悲告诉我们，天命主权在天的，会命的主权在人，就是说道在圣传，修在己。这个今天上天赋予我们这个天命，让我们有机会来修行。那所以就是要用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天性呢，用这个自己的慧命呢，来好好的学习。所以就是要怎么克服障碍，第一点就是要找回本来，就是要依循着道场的体制，就是不离道场，不离前贤，不离经典，依循道场这个体制，然后行来学道、修道、办道，那这样就能够慢慢就是克服这个修办道的障碍。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感恩忏悔，感恩忏悔是在一起，那也是天恩师德这个侯老师这个要大家齐诵这个号召令，然后就是要大家要感恩忏悔，就是除了感恩上天慈悲的话，也要忏悔自己所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发愿，然后要发愿回向，要发愿来感恩忏悔发愿回向是在一起的。那我们知道修道第一件事就是要感恩，感恩要了解说这个就是今天能够修行的，是真的是上天慈悲，是有这个个人累世的修，除了个人累世修行，那还是上天慈悲，所以碰到各种顺利，都是一种因果定律，都是一种考验的，都是可能是像上天讲的是累世个人业力所造，这是自己要去了啊。那要就是碰到挫折，像前面的训文老师慈悲的，碰到一切的挫折，碰到一切的考验，要能够感恩那一切的因缘呢，才能够了缘呢，就是要能够化解这一切的这些困难，这些试炼的。所以这边先佛的慈悲告诉我们说，感恩与念力是化解苦难、消业解冤的最佳良方。所以首先就是要感恩忏悔嘛，修道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要这个感恩的忏悔，要忏前因悔其过，就是说过去所做、过去生、过去不圆满的时候，我们明白自己的不圆满，所以要透过忏悔，然后再不要让它再继续发生了。那再不知除了感恩忏悔之后，还要发愿回向啊。那就像我刚刚说这个上天慈悲啊，这个传下这个号召令啊，那所以上天也是要我们发愿的、啊，就是说像这个要请大家说这个个人立自己愿，上天慈悲说你立的这个愿，上天是功德加倍啊，加倍来算啊。那这个是很不容易，这是真的是上天慈悲，就是要用这个愿力来，在这个劫光当中，我们知道只有愿力才能够抵抗业力、啊。那既然业力成熟，就是要靠大家这个业力愿力去抵挡。那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碰到障碍，有时候是个人的业力累世业力造成的。那所以要靠这愿力来把它化解。所以说这边说心发则众生可度，愿力则佛道堪成。所以就后面说这个老师在劫去里面就讲说，劫关当中要靠愿力来突破，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鼓励这个德智班以上的前贤立坛主愿，立副坛主愿。那上天也慈悲告诉我们，今天修道就是一本万利啊，今天做了功德、啊，上天是就是在天上都是有这个功德银行来来
积存我们这些功德。那说发愿之后，这个发愿最后就要回向，就要回事向里，就回向事里，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让我们明心见性了。因为发愿之后要回向，不是只有自己好，也希望众生都能好，就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了悟修道的意义，所以要回向事里，然后让自己悟透。再来就回因向果，就回因果，就是了因果，用六度万行的花，就是用这些六度万行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度万行来修行，达成我们这个能成佛果。那我们所以修道不只是要为自己，所以要回自向他，就不是只要自己求自己的安乐，那也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就是第二个要怎么克服修观障，就是要感恩、忏悔、发愿、回向，就是说不只是要自己好，就要去审视自己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不圆满的地方，那透过这些自己愿力，那来化解这些考验。那第三点就是这个前面有讲到六度万行三世并进的，六度万行就是所谓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就是这些是在佛法里面是有修道，在我们道上里面就讲这个不修习菩萨慈悲，把它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就是所谓的学修讲半行的，这个要并进的，所以六度万行就是布施，就是要有三思嘛，财思、法思、无畏思。财思就是学习这个，比如注印善书啦，这个注印这个道场建设啊。那法思当然就是学讲，或是学习各种道学班的这个操持，都算是法思。那所有无畏思，我们一般来讲，无畏会写说这个一般都会写那个，就是无畏思的意思，其实它是真的意思是说，让众生修道、啊、这个没有这个恐怖啊。就是说，如果譬如说在这个很黑的时候，你陪这个人家走过，就是不让他心中起害怕的时候，就叫做无畏施。所以布施能够度贪嗔，就是说前面讲到这个修道有一个困难，就是过于贪图啊，贪图这些世间名利，贪图享乐。但是如果能够常常这个才行三思并进的话，就可以度掉这个贪嗔了。那我们说修道也要持戒，要度邪淫，因为邪淫也是修道一个障碍。我们有很多这些。所以对前面有讲到这个人方面对这人间的享乐，就是这个如果透过持戒就可以去把它克服掉。那这个忍辱度从我们在前面个人的修行的障碍中也有讲到，有些就是个人的脾气、个人的毛病啊，就是也会障碍住我们修道。那就透过忍辱去把它忍辱度称这个贪嗔，就把这个嗔念，把这些世间的这脾气毛病把它度掉，那太过懒散呢，会影响到修行，所以要修行要精进。那当然，各位前人都是很精进的，每一周都这个准时上线来线上共学，所以就是要做这个精进，透过精进的修行来去度掉这个自己的懈怠的心，因为就是跟这个道场的体制去走，这个让我们自己能够在固定的时间都来修行。那禅定度散乱，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心念，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很多元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人心没有收回来的话，所以心会就各种会各到处跑、啊、那所以要透过禅定来把它修持掉。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每次道学班之前都要做行义禅，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散乱的心啊，这个收束回来。所以我们说行义禅这个三宝齐用，帮我们来度，然后平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好好来学道。那最后就是这个修道有些很大障碍，其实最大的障碍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说观念上的就是突破、啊、那这就是必须要靠智慧去突破这些观念。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对真正的道理，对这个真正的这个修道意义、修办道意义有明白的话，那他就能够去突破这个修道这些困境、啊、所以就第三点要克服修道的障碍，就是要六度万行，就是在道场上来讲就是学修讲半行，就是要学到要讲修道，就是学到讲修道，讲到半道行道。那上天也慈悲告诉我们 学修道是个人的事情，那半道就是团体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要个人的修为是要一个团体的一起努力的修为。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突破这些个人所碰到的这些障碍。那不知道讲到这边，魏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是需要补充的地方吗？好，谢谢各位浅显。那后续就继续讲到后面最后三点。那再来就是要确立目标啊。那我觉得后面讲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是，至少后学自己就是，后学修道的时候，就是以前为什么那么多障碍，或者觉得说，哎呀，修道会觉得说，哎呀，我说好像这个，哎，奇怪，不是修道吗？怎么这么排这么不顺？可是。就是这是对修道的观念不对，也是目标不对。我们今天修道，像活宝这边慈悲讲的，我们修道是要消冤解孽的道，不是要修无病无考的道啊。我们不是说就说，哎呀，好像今天我们不能带有那种这个所谓的这种对世间这种叫什么这个福德的心来修，就说哎，我要好像我要做什么，我可能做什么，那上天会给我什么？这个不是我们修道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修道是要。消掉自己的这些业力啊，所以上天慈悲老师慈悲告诉我们是要修消冤解孽，是要 了去自己各累世业力，而不是要修无病无考的道。我们是修智慧觉照的道，而不是修一路顺风的道。就是也不能觉得说，因为上天慈悲告诉我们顺逆，其实顺考我们知道说考验其实顺考逆考顺逆都是考啊。如果一路顺风，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啊。就是说虽然说哎看起来好像人生很顺遂，好像是哇。各种就是后学常常喜欢讲的人生胜利组啊，就是好像该有的都有啊，人生很顺利，都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可是那这个中间并不是真的慈悲，因为阿修王在序文里面有讲到，如果你要这个名利富贵要一帆风顺，他也帮助我们成就啊。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富贵难修道，你这个太人生过太舒服，就会忘记很多事情了。所以是老师慈悲告诉我们，今天修道是要让自己的智慧觉照这些考验，这些障碍考验，是要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自信的光明的。所以，我们修道也是要修明理通达的道，不是有求必应。所以不是说，哎呀，我要求这些人间的这些我这些福报啊，所以我会说我做这么多应该得到什么好处，这不是我们修道应该要有的观念的。而我们这些老师虽然告诉我们是要修了结还乡的道，而不是修躲灾避难的道。那当然上天很慈悲，在结观当中上天还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今天修道最主要还是要 了脱自己的这个生死，所以要了结还乡的道。所以就老师慈悲讲了，我们是修超生了死的道，而不是修永生不死的道。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像上年常常告诉我们，肉体是假合，四大假合，地火水风四大假合所聚集成的，是因缘和 合，因为各种因缘和 合，累世因缘和 合，所以聚成有这个肉体。那我们今天修道不是要去修这个 修这个肉体上面，不是说要说这个 肉体永生不坏，当然不是，而是要能够超生了死。所以超生了死其实就是要了解自己自信的本源、啊、因为我们自信是不生不灭的，如果你了解自信的本源，你就能够超生了死。所以老师慈悲告诉我们，如果图明白，当你面对考验或磨练，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怨尤，因为你清楚明白。就是上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修道是为什么目标明确，就是要了解这些修道的意义、啊、修道意义是要消灾解孽，是要能够智慧觉照，是要能够明理通达，是要了结还乡，是要超生了死，而不是修这些。所以旁边就是比较多这些所谓的人间的福报。当然我们知道修道也是这个福慧双修，我们今天好好在道场上学习，好好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德性的话，其实上天也不会亏待我们的。这个福报上福慧修道是我们修道的道，绝对是福慧是一起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就是这是 上天慈悲，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求。所以我们今天修道要明白这个目标，因为目标要清楚啊，这个目标清楚，这个结果才会是对的嘛。如果你一开始目标就错的话，那这个修道就会受到有一些考验，就会有一些或许偏差啊。所以老师慈悲告诉我们，这个
一旦明白这些修道的意义、修道的目标，那在面对考验或磨练的时候，也是不会用那么多怨言。而且或许前面也引用老师慈悲的话，其实考验是因为上天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可以 要更上一层楼，所以 要让我们这个更上一层楼，所以要提升，透让我们提升能力，所以才有这些考验。那在第五点就是有心有方法，就是我们当然碰到挫折这个困难啊，当然任同学以前经常所谓跟后学讲啊，这个重要挫折困难最笨的人就是用情绪来解决，就是说啊，困在那情绪困境中，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呢？怎么会这样？到底可是你碰到问题，如果没有去解决，没有去想方法解决，那其实问题还是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你用情绪解决问题，不但不会把问题解决，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大。所以为什么有心有方法？其实有心有方法，这个心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呢。所以要运用这个心的力量，就像佛法老师慈悲说的，心的力量最大，心想做的话自然可成。所以这个一切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要静下心来去想，就是要运用我们这个，因为只有静心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天性智慧才能够发用出来。那心如果不静，有很多杂念，我跟教授讲的，我说科学自己有很多，常常有时候很多情绪，就像很多乌云笼罩啊。那乌云笼罩的话，这个我们的自信就没办法见光啊。那这个就会变成妨碍我们发挥我们的心的力量。所以老师慈悲讲，心的力量最大，心想做的话自然可成，否则无法达成。所以有不退转的心，保你成仙做佛做菩萨。那再来就是说，除了这个心的力量要了解之外，所以要发用自己的力量，也从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有信心的，就是对道这个。道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修道的一切的根本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其实修道会有很多的就是困难，就是因为你如果都觉得像后学同学三后学讲了，你就对上天既然都没信心，那上天也没有能够帮你，因为你自己都本身都觉得说，哎呀，好像做一步退三步，就要想到这样是对的吗？那可是这样是不对啊，这个其实对，这其实对自己没信心，就是对上天没有信心。可是所以修道除了要有这个正确方法，发挥出自己自心的力量之外，也要对这个道，要对这个道真理真天命真要有信心。所以老师慈悲告诉我们，如果对自己没信心，怀疑是否能成仙作佛，你一辈子就无法成仙作佛，因为你怀疑自己没信心，因为你没信心，你就会去却步嘛。像我也讲了，走一步先停三步，因为或者以前刚进道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有很多怀疑啊，很多觉得这种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那样吗？假如搞不好 ABC， 搞不好 BC 才是对的，那这些怀疑会就障住自己啊，就是本来应该可以去学习，反正就学习的效果就打折扣，可能前讲了十分，后面可能只吸收三四分，因为中间很多自己的这些怀疑啊，自己这些各种影响，那他这些人性的东西就会障住我们这个天性智慧的发用啊。所以就是上天在这老师这边词告诉我们，要让这个天性做主，发挥这个天性智慧的力量啊，那才然后才让我们的人心呢能够化除，然后把人性转为天性。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就是要相信上天今天给我们的一条是一条成佛之路啊。所以对这个上天有信心，才能够突破这些考验方法。那最后就是用老师的一个慈悲的一个训文，叫万事如意。上老师就说，人生有很多事体啊，就修道人会遇到很多问题啊。但是就我觉得讲的，因为遇到问题啊，要能够平心静气，要能够感恩珍惜，就是要感谢上天慈悲来帮助我们。那还是习惯满腹怒气，满天满地啊。就说老师慈悲说，因为我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会有两种反应嘛。后学以前常常有第二种反应，就是有很多怨念，就会觉得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呢、啊？可是其实就是情绪的事情，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情绪只会把问题变得更复杂、啊，情绪会把本来更困难的问题来解决掉，不但不能解决，把问题困得更麻烦。那所以老师慈悲告诉我们，要如果能够感谢，用这个感恩、珍惜这个忏悔、感恩这个。用自己忏悔感恩上天对我们的学习，要因为上天的考验就是要来成就我们，来够就上天要成就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发用我们的自信天性智慧的话，那就会
就是会有发挥我们自己无穷的潜力。那所以这些是，所以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些是人间的一切，人生的一切的好坏，生活一切的好坏，都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当中。就是如果你自己对这些生活的打击啊，就是像后学讲的，如果你都，我如果后学都把它当成这种各种，就是好像上天要来整后学，就你会把一本这个，把一出好的戏，像老师讲这边一本好的戏，会把它演化耶，因为观念不那个观念不对嘛，用各种这种很这个情绪很负面的方式解决，所以好坏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修道这个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除非你放弃，不就是只要好好修道啊，那一步一脚印就会留下足迹啊，就是每个人都修道都会有留下自己的一段的。那这个，所以老师也提醒我们，道之宗旨，永不离；佛规礼节，莫忘记；言行举止要得体，就是说要这个要好好学习，这个跟着道场的这个组织走啊，跟着浅显的脚步走，跟这个整个体制，然后也是自己个人的修行，要了解这个道之宗旨，佛规礼节，然后要能够在身心言行上调整啊。如果能够这样，老师就告诉我们，因为如果能够这样做到这些都做得很圆满的话，其实就是能够发育我们自己本身内心的这个天性的智慧，那就可以碰到什么事情都老师慈悲，就是可以达到 万事如意、啊、所以在有一天要离开这个血肉之躯的时候，那就不会有执着，因为我们自信发用原本的话就不会有执着，就所以也不会有无明，所以就不会有恐惧，那就是能够回到上天，能够回到理天、啊、能够跟这个先父这个诸天仙佛万仙菩萨还有老母相聚，也是回到我们这个自信的根本。所以这是修道的 这些透过这些发用自己的内心智慧，透过忏悔感恩、啊、忏悔感恩发愿这个了，发愿回向、啊、透过这个目标立定、啊、透过这个正确的想法这做法，能够让我们克服人间所有的这些考验、啊。那最后后学就一个 老师的这个训文来做结语，他说能修不能办，悔恨摇头叹，不修只是办，魔障多千绊，不修又不办，生命恐黑暗，能修还能办，方称阴险汉。那我们知道这个修办道上天一直强调的修办道是一体的，修一定要修办要在一起，才能够这个发用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天性的智慧，天性的能力。那所以现在，所以上天也是提醒我们、啊、虽然这些很多的考验，很多这些人间的困难啊，看起来好像是困难啊，或者说要让我们，其实并不是要考倒我们，上天考验并不是要考倒我们，就像前面会讲，而且上天也慈悲讲啊，如果你通得过考验的话，那上天会有奖励，就是让我们提升更多的能力啊。所以最后其实修办道就是这考验它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考验其实也是要让我们磨练心性，让我们回到见到更好的自己，能够找回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那所以就是跟各位前贤这个共勉的。那同学今天就学讲到这里，那不圆满的地方恳请仙佛慈悲赦罪。那也请两位师讲师各位前贤多多补充。好，感谢各位前贤。我们非常谢谢柯讲师很精彩的传题哦，各位前行有没有觉得今天很收获非常的多呢？让我们再次谢谢柯讲师。那就像柯讲师讲的哦，修道为什么要有考验呢？一方面、啊、就是要考验谁是真修实练哦，然后一方面呢也是要来磨我们的人性，所以越困难的困境啊，越是在帮助我们来提升，让我们呢可以练就自己的果位哦。那就像一颗滚动的石头啊，它一直滚一直磨，那磨掉的呢就是那个凸出来的那一部分哦，最不圆滑的那一部分。所以啊，上天要造就我们，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天哦，能够给我们这样子锻炼的机会。就像是父母如果口气不好啊，那就是父母要造就我们，对不对？那在公司呢，如果上司对我们很不满意很挑剔的话，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要感恩他。所以呢，因为他怎么样，他在造就我们、哦、在磨练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记得用这颗心去包容哦，去珍惜身边的每一刻。
那下星期的传题题目啊是道真理真天命真的见证啊，就是显化篇。那我们是邀请到台湾呢非常用心修办的陈婉容讲师哦，那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本周六啊，就是农历的6月19号，也就是南海古佛的得道日哦。那请各位前贤在这一天，我们一起来吃平安斋，然后来学习南海古佛，来发菩提心。那在下星期三呢，刚好也是农历的7月初一哦。那请各位前贤也是在这一天学习吃素，我们来跟仙佛结缘。那最后不知道鼎恒师各位讲师或是各位前贤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补充的事项。好，各位前贤，这个后学今天难得有机会来上线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学，后学来补充一下、哦、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如何克服修办道的障碍、哦、所以柯讲师很用心的整理了我们修办道的四大障碍、哦、那可是其实各位前贤听起来很多哦、生活层面，生活各大各种大大小小层面都有、哦、可是各位前贤大家不要忘记了、哦、大家都是克服了很多的修办道的障碍、哦、能有机会来坐在这边一起来听课学道，所以各位前贤的根基缘分都相当的良好、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点传师讲师们都鼓励大家要把握良机，好好的趁这个机会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一定能够趁这个机会，我们能精进多少我们尽量精进多少，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会有各种的起起伏伏，我们现在有能力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多精进一些，那哪一天我们开始组成家庭，或者是我们小孩开始进入青春期需要我们比较多时间注意力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许在道场的护持上我们时间会少了一点，可是这就是我们发用我们平日学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成长的这些智慧结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平日所学到的道理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的考验，包含夫妻关系的挑战，还有我们亲子关系之间的不和谐，还有包含工作上的瓶颈，我们都可以把平日所学到的道理用在我们的这些考验当中。所以各位前贤，我们现在后学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大家现在都还有时间、啊、做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足够的根基能够坐在这边一起跟大家一起共学，表示大家的根基缘分相当的良好、哦、所以后学再次鼓励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课讲师其实有讲到很多、啊、就是说道理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修办道的阻碍其中一个阻碍就是对道理没有信心，那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哦、因为我们这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哦、更不是一个搞偶像崇拜迷信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道理大家很或许相信很多前贤也都是从怀疑或者是说从不确定开始的，其实这是很合理而且也是很必要的一个过程，那或许鼓励大家我们有任何的怀疑任何的疑问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引导师前贤还有我们的同修甚至回到圣训经典去考察，只要是真理一定经得起考验，只要真理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跟空间还有人的检验，所以会鼓励大家我们很多从这个完全认理实修的之前一定都有经过对于道理的考证对于道理的研究还有对道理的体悟，慢慢发现到哇这个真理真的是我们万变不离其中而且真的是经得起检验的道理，那我们再来相信他、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率性进修班的时候我们前人不休息菩萨生前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身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啊、今天身为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栋梁人才，其实我们应该把道理研究清楚，那研究清楚之后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要往前精进、啊、照着这个圣贤之道好好的来修身养性好好的来正己成人，那所以说鼓励大家我们道理研究清楚、啊、然后能够好的道理正确的道理我们就依道奉行、啊、那他相信他也能够指引我们人生更多，那最后其实刚刚在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其实我们都了解我们不管是在个人家庭工作甚至在道场上都会有很多的阻碍跟考验，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本来都还有智慧不足还有我们德性不够的地方，所以这些
考验跟阻碍是很正常的，而且修行本来就有功课，有功课怎么样，有考就有赏、啊、而且这是检验我们修行功夫有没有到家的地方。那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同阶段上天给我们发的考卷不一样，也许我这个阶段的修行的考卷是要学会感恩、啊、也许我这个阶段我所有的修行功课是要学会孝顺、啊、也许在这个阶段我要学会的是宽恕别人，原谅别人，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所以我们在不同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修行功课不一样，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中道而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天性拿出来、啊、能够把我们这个天地宇宙之间的真理拿出来应用出来、啊、只要我们平日学得越认真，当我们遇到这些考验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游刃有余，就能够万事如意、啊、而且再加上刚刚柯讲师跟大家分享的三不离，只要能够不离前贤，不离圣训经典，不离道场，其实相信在很多的善知识还有圣贤的这个经典的引导我们，还有再加上我们这个书院佛堂的善磁场给我们的这个鼓励跟我们的这个支持之下，其实后学相信大家都能够像我们老师的圣训所说的万事如意。好，那我们今世都能够用最有限的生命创造最大的价值，也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那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谈论这堂课最积极的意义、哦、不是只有消极的告诉大家有多少阻碍，而是积极的告诉大家我们其实这些障碍跟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表示很多无形的障碍，很多的这个有形无形的障碍，其实各位前行我们的都不够，我们都是不大的那一些人，如果我们今天够大可能连听课机会都没有。所以要学鼓励，再次跟鼓励大家要把握机会，好好珍惜这样的缘分，我们能够尽得修业，把道理考察清楚，然后把它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相信您的获得一定会越来越多。那跟大家共勉到这里。好，谢谢点传师慈悲跟勉励。那最后呢下课之前我们一起来谢谢仙佛三举躬，那请各位前贤起立。好，一举躬，再举躬，三举躬，